举重女神郭婞淳27号一举拿下了东京奥运的金牌，背后的推手就是教练林静能，她的老家就在花莲县的新城乡。28号，新城乡公所特别到林家贴红榜，恭喜金牌教练为国争光。84岁的林爸爸也开心地感谢大家。举重女神郭婞淳27号一举拿下东京奥运金牌，背后的推手就是教练林静能，她老家就在花莲县新城乡新田社区。新城乡的合力台先演郑宝秀、邱光明，新城乡民代表林国贤、梁英华、邓可平，新城村长胡国雄前往林家贴上红榜，恭喜金牌教练为国争光。看到电视之后可以说是举国欢腾，新城乡传来这么一个大好消息，林静能的爸爸妈妈土生土长在我们新城村新田社区这个地方，家族是一个非常厚道实在克勤克俭的一个家庭，培育出这么好的一位金牌教练，奥运的金牌教练。我想林静淳的努力大家全国都知道，但是名师出高徒，好的教练才有好的学生，今天两位替我们国家争取荣耀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到这个地方来，他们人还在日本，向他的爸爸与他的妈妈来表示恭喜。我想这份的荣耀属于全国人民每一个分子，我们在这边要谢谢爸爸跟妈妈培育出这么好的儿子，来替国家替地方来争取无上的一个荣耀。多谢大家祝福你啊，谢谢就对了。在大家为金牌选手喝彩的同时啊，也不要忘了说后面有一个这么伟大的劳苦功高的教练，我们希望教练秉持这样子的精神能够继续培养我们的下一代，培养我们的国手，然后再拿更多的金牌为国争光。花莲之光也是新城之光，新城乡的合力台来到林静能老家之镇奖牌贴上红榜，代表是27号看到电视转播郭婞淳在奥运夺下金牌，举国欢腾。不过大家都不知道的是，郭婞淳的教练林静能是花莲县新城乡新城村新田社区的人，林家非常的厚道实在克勤克俭，培育出奥运金牌的教练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也让台湾看见新城。记者钟文贤报道。